灵活代销，通常会和多家银行配合房贷，是否会比自己向银行申办更优惠呢？建商提供的额度有可能比较高，加上是建商整批跟银行谈的利率，有可能利率会比自己去问的来得低。建议消费者除了参考建商配合的银行贷款条件外，自己也要多找几家比较参考看看。贷建商的贷款，如果个人的收入条件、信用评分不佳，仍然会不核准或是下修条件额度的。如果本身条件不错，或是军公教身份，对大部分银行是较喜欢的客户层，自办会比较好。但建商的银行如果为了争取这位客户，也会给予更好的贷款条件，客户就可以借此跟银行好好的争取了。